今天这场充满欢乐的听声辨位最后的决赛，我们看到发生了戏剧性变化。关键时刻，在双方小分打成一比一情况下呢，苏炳添出手啊，取得了最后的决胜。这样，对于我们的今天和平之星队呢，就实现了惊天大逆转。哎，最终呢，在决胜局绝杀对手。那么接下来呢，我们今天的拉拉之队将回去做饭。导演，我就很想说句，就不公平。你的扭蛋的东西，你最后来的又加时，扭蛋东西没关系。对呀、啊，你是奥运冠军，我是奥运冠军，所以我要把这个规则给他讲。冷静，你刚刚犯规了，冷静你提醒。对，而且他们队友之间相互竞争，应该同时淘汰。对，淘汰。比赛虽然是两队，但是我们是一个团队。晚上回去做饭，一起做。这是你们导演组的问题，就挑拨离间。不要打我，就是你们导演组的问题。打导演组，我跟你讲，把导演拉上，我们看不上导演。早上那么早叫我，我不扑你，我不吃呀。